夏季高温炎热，许多人不开冷气受不了。台电提醒，分离式冷气室外机要留意散热空间，若室外机无法正常散热，影响冷房效果，也相当耗电。台电电力粉丝团小编发文指出，室外机散热空间要留意，散热方向前方不要有遮蔽物，周围不要堆放物品，当室外机的散热空间不足，室外机会无法正常散热，影响冷房效果也耗电。